来看看到底是谁这么好运，连杠了19期的威力彩，昨天晚上在台中开出来了。春节加码头彩奖金上看15亿是由一注独得，这也是史上第五高的头彩奖金。投注站在开奖之前呢，据说还出现了春宴群聚的好兆头，让老板笑得合不拢嘴。投注站老板开心放鞭炮，因为连杠19期的威力彩头奖就开在这里，而且今天在开奖之前还出现了好兆头。我们这有一个燕子窝，好几年了，到今天我看到五六只燕子，哎，怎么会过来？哎，我就觉得今天有好彩头，哎呀，所以应该会开头奖啊。晚上可以看网站，哎，就是我们这里。知道自己开出头奖，老板开心的不得了。这一期的威力彩开奖号码是11、18、22、27、28还有29，第二区04，头奖开在台中大里的宝德投注站，而且是一人独得15亿，也是史上第五高的头彩奖金。不止投注站老板笑得合不拢嘴，直到中奖的这个晚上，得主肯定也是乐得睡不着。